新云鹏，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电视台为您带来的《棋牌乐》栏目，我是王祥云。今天要为您带来的呢是2020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八轮，由陀嘉熙九段对陶欣然八段。那么今天很高兴呢，我们请到讲席嘉宾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你好，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陀嘉熙和陶欣然的对局。这在围甲当中的一盘对局啊。是，那么在这个给大家介绍非常精彩的两位对局之前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段小短片，是在10月17日啊，山西忻州进行的女子围甲的公益型活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的。金秋十月，有着"晋北锁钥"之称的山西忻州，迎来了第八届中信职业杯中国女子围甲联赛忻州公益星。忻州是山西省的北部门户，历史上为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交往融合的地方，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忻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女子围甲公益星在这里举办，使得围棋传统文化与千年古城交相辉映。10月17日，女子围棋国手们登上忻州古城墙，与100多位山西各界的围棋爱好者共同见证了希望围棋教室的授牌仪式。此次忻州女子围甲联赛公益行，一口气授牌4所希望围棋教室，并首次向大专院校授牌，使得女子围甲希望围棋教室总数达到34所，为宣传推广围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授牌仪式后，女子围棋国手和山西本地的职业棋手共同参加了围棋公益指导棋活动。古城墙上摆上了71台对局，以纪念伟大祖国成立71周年。忻州本地和从山西各地赶来的围棋爱好者迎来了自己的节日，在阳光明媚的秋日里，兴致勃勃地接受职业棋手的指导，百人对弈，其乐无穷。女子围甲公益行虽是短暂的，但山西的围棋之花已经在中国围棋协会和山西各界的支持下五彩缤纷，争奇斗艳。围棋传统文化还将在山西大地上继续传承发扬。好，那么我们现在呢，一起来看一下这盘精彩对局。好的，好，这盘棋呢是陀嘉熙之黑，陶欣然之白。好，我们看啊，陀嘉熙现在是新婚燕尔啊，这个是有喜事啊，是，看看他的这个状态，应该是不错的啊。是，刚才刘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陀嘉熙今年是刚刚结婚，对，新婚，这是这个在大庆办的婚礼，是啊，人生的大事。好，看一下。白棋星，二连星，嗯，然后呢，陀嘉熙直接3-3，他也没有说手脚啊之类的都没有，对，直接3-3，对，爬一个，是，然后是，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是吧？很多，多数啊，现在都是顶一个，挡一个，搬一个，是吧？这是最常见的，这非常常见的，但是现在呢，他是单拖一个。单拖呢，就是说，如果你退的话，它可能会长，它就不走这个了，有这个区别，有一点点，这个区别。那么现在呢，这个白棋陶欣然呢，他也起变化了，他呢是走的这个，对，这个、我觉得刘老师爱好者朋友看到这个班的时候，首先可能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哎呀，大型变化，这个好像大家都对这种很感兴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时候这时候顶的时候啊，他就不挡了，他是要让一个退一个，这个非常这个定式啊，非常非常复杂。是的，非常复杂。对，这个一段，那这个棋后面的变化谁能看得清？这个非，这个是个大型定式，而且他们多次研究。对，这个呢，首先是跟这个征子有关系。征子啊，征子也是，就是跟这个长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啊，对长，它是贴这实战啊，实战，那么如果比如说它是搬的，如果征子有利，比如说这里有子啊，有引征的，有子，它可能会断啊，
你如果打走这个长，哪怕他吃一个或者粘一个，这个棋呢你争不掉，对，哦，争不掉，所以呢这个棋就是跟这个争子有关的。现在是不可以，现在没子呢，这个棋就一吃就争掉了，对，那不行，这是不行的，对，所以必须争子有利，这个棋呢黑棋才可以。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定式的时候断的时候都是黑棋争子有利，嗯，因为什么？你走这边，我走这边。对，这个概率非常开局的时候，对，没错。现在呢，白棋是走的这个扳，是，哎，因为争子有利啊，它扳，而它呢不是粘，而是虎一个。对，这个米是飞刀了，这个特别复杂，这个一句话还说不清楚，有点，因为这个关，这个定式特别是句型变化，哎，然后它是要走这个，对。是吧？但这个棋还有一个妥协的办法啊！啊，就是这个，它粘在这里。是，嗯，这个棋呢，你必须啊。我这个地方就是我自己下棋啊，经常因为太复杂了，我觉得太搞不清楚了。你说，我自己就选择粘住了。粘住。你说是不是我有点示弱呢？啊，不，这也是定式的一种选择，不，并非示弱。嗯，它可能利，你准备走什么呢？我就断嘛。断一个，对，它那个黑棋来一个，就是说最简单的。啊，就这样。哎，对，他来一个这样的，哎，对，把这个算吃住，嗯，然后呢，这个段放在外面，你大概会打一个，嗯，这样呢又是一盘棋，又是的，哎，这个棋你喜欢黑的白的？我就觉得我简明不要中刀，然后把棋局往漫长的地方发展，这是一个定式的一种，嗯，哎，每个人选择不同，而且各有所好，是，哎，大家有人你要喜欢这个白的。也可以这么选，嗯，但是这可以这么下的啊，是，那是不是喜欢黑棋这个实地的会更多？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高手们一般就是搬对，这个，更凶一点，哎，搬一个呢，它是要虎而不是粘，虎在这呢对下面是有影响，这个特别复杂。如果，啊，就像刚才说，如果拿不准的话，干脆走你那个定式也是一个办法啊。是的，这个现在他是要走这个了，因为你吃这个被他立一个，这个不行的啊，死了，所以呢他走的这个。粘，它粘上，嗯，好，这个时候粘在这儿，下面你走什么，嗯？这个时候好像白棋的选择也比较多，啊，比较多，对，好像有虎的，啊，如果就普通的话，虎它可能会走这个，嗯，然后我好像是扳，那它粘上，然后拖，哎，这个非常复杂，非常复杂，又涉及到一些选择，哎，对，中间的那各种的都有，非常复杂，嗯，水杀水，哎，然后水弃子，对，这个棋也是一种。嗯，其中之一的选择。嗯，好，我们来看看，啊，看他们实战实战吧啊，嗯，这个要摆啊，今天可能都摆不完。真的，如果这个把这个所有变化摆完的话，真的是。嗯，下面这白棋走什么呢？它是飞下来的。飞下来。嗯，这个飞下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断，好，没关系。嗯，它就算粘上也可以。可以。可以啊，嗯，可以。好，那你如果这么靠出来，它在这一扳。那你断，这个，就我就，嗯，对，可以尝这个，是，嗯，就是说我能把你黑棋杀死，对，我这多了一个子，哎，对，嗯，把断点补住了，对，哎，打吃粘住那个没关系，这个白棋能杀黑棋，嗯，好，那么所以你不能轻易断，所以黑的得防着白，防着，哎，嗯，他走的什么呢？嗯，他实战是断的这个，断的这个，嗯，白棋是粘的，白棋粘住的，是的，哎，粘的这个，粘在这儿呢，如果你说，哎，我只是把这个吃了，但是你这个下面如果被我吃到，也是不可以的，嗯，哎，也是不可以的。比如说你走这个，那我这儿走这个，那我把你这个下面黑棋吃掉，那也是白棋愿意的，是吧？对。那么实战他走什么呢？这个地方他走特别复杂，刘老师，他是小尖的。小尖，大家都。这个地方太复杂了，嗯，好像小尖的少。少啊，嗯，走了个小尖，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如果一挡啊，我会虎一个。对，嗯，要这么来。是。他觉得这样的话，把你这个只要吃掉即可。那实战呢？他也没挡。对。挡一个是个也是个普通的选择。哎，现在呢，他走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比如说走这个，他把这个吃了。嗯。你要一挡啊，他。嗯，他打吃一虎啊，你也吃不到黑棋。对，你脚上还得虎也不行。那么走什么呢？实战啊，嗯，实战白棋，白棋是走了一个这个棋。对，并了一个。这个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诡异，这个棋走在这里太复杂了，太杂了。刘老师用了一个诡异来形容，非常复杂的棋。嗯，现在呢，就是说我这么一挡啊，就把你要吃掉。嗯，吃掉。如果比如说你走在这里，对，如果黑在补这边的话，哎，对对对对对，就可能是这样的棋。我把这你这个吃掉，嗯，是，这个黑棋不肯。那么现在呢，他走的什么呢？他是靠出来的，靠出来。嗯嗯。靠出来，正面作战，那是黑棋希望的。哦，好像白棋是不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跑出来？哎，不好办，不好办。对，如果长，长他还压。如果我长，哎呀，这个我就高兴了。对，这个就高兴了，他那个他就高兴了。啊，哦，哎，这个棋这边好像不行。哎，你还这个你走这个，他这一点你也死了，嗯，是吧？嗯，哎，这个不行，是吧？好，正面作战不行，那么白棋走什么呢？白棋啊，实战。这个地方他实战是把这个又长出来了。对啊，如果你是走这个，被他一打，这儿正面作战又不行，这个黑棋满意。嗯，啊，是吧？嗯。所以呢，白棋硬把它拉出来。这个时候啊，这个虽然很复杂，但是呢，就是黑棋应该把这个打掉。对，刘老师，打吃我不是也行吗？必须打吃，这个时候就顺手打掉。嗯，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嗯，然后呢，再来搬。搬是。对对对对对，该走什么再走什么。对，你要想走这个就走这个。我也可以沾，也可以。这样，这个应该打掉。他可能是不是觉得还是劫财还是怎么样？其实这样打掉之后啊，白棋要吃的话还有多个利用，以后各种的利用是吧？嗯嗯。这个棋应该打掉，他没打是不太好，嗯，对，他后来这个陀佳希局后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打掉，应该打掉，应该打掉，对，这个没打呢，这个棋啊，白棋就产生变化了，产生变化了，嗯，白棋是把这个补了，白棋还有一个变化呢，是干，还有这个变化，比如说这个挤，哎，挤一个，是，我只能粘这个，把这个干脆。走掉是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嗯，可能我也得打，对，打这个，嗯，这个就有点那个什么了，这个也是一种变化，也是变化，嗯，如果粘上是不是有点这个跳有点危险，嗯，好像都有，他们研究的挺多的，哎，对，这个跳也很复杂，是，那你说我冲断又是一个变化，这个棋啊该怎么办？他是打了虎，对，然后把这个吃掉，是吧？嗯，或者是，这个，我看过一个变化，刘老师是拐，嗯，拐他走这个，他是这样子，你看一下啊，嗯，他如果走这个，走这个，啊，哦，嗯，然后靠一个，靠，嗯，对，然后黑的吃，那他吃这个行吗？他是一个转换，不，白棋如果走，黑的把这个吃了，对他不走呢。啊，您就说直接哎，对对 对，那也可以不走，对，因为你挖不断嘛，对，是不是也有这样？是，这个变化好复杂，特别复杂，是的。那他单走这个，是不是还有这个非死吗？如果走这个，哦，这个是吧？对，嗯。哎呀，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变化，真的是这个稍一不留神就落入对方的陷阱了。因为你要比如说这个，他这一飞啊，是的确有点麻烦。为什么呢？他这有一个扳死，对，就好像气一下子，你这冲他可能还是可以让一下，还可以让一下，好像挡住也行。对对对对对对，他可以，不是你说走这个，他还可以这样，是吧？哦，再冲的时候，对，对，就是这个棋，就是说白棋也很危险的啊。好，我们来看看实战吧。实战呢，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打，没有打，对，没有打，因为没有打，引发了一些变化。变化好，我们看实战，这个棋特别复杂，特别复杂，真的。他是吃了，吃一个是很好的，嗯，因为你没有打，我就吃。他应该先打完，让白棋选择，白棋有点难过。对，哎，你要加死呢，稍微的有点变化，不太并，不舒服。但是拐吃呢，这一步棋就给他拐死了，而且现在征子没问题。所以呢，这个棋有点狼狈，有点狼狈。是，而且刘老师脚上好像就是黑棋和白棋都处于一种，哎，这个都是以后有个打劫的问题。嗯嗯，现在正常的，如果你走这个扳，他这个真的是可以这个来一下这个打劫。提。哎，冲是个劫财。哦。
只有一。再提。你还有一个劫是这个。我还打这个。打这个。提。对，那我还有一个拐一个。对呀，您还能吃我一下，怎么办？你可能只能粘上，然后这一提呢，那我就不舒服了。打回去了。打回去之后啊，我有可能脱先，我就从这边走了。这个白棋有利，这个白棋有利，因为你吃我白棋就很难了。给你，这个黑棋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缓气劫，就不舒服了。放在这儿就可以先走别的了啊。这样的定型是应该说是白棋好。对。白棋好，也就是黑棋这个扳其实是不行的，在现在看来。现在黑棋已经有点不舒服，因为你啊，没有打，没有打。如果打，就是黑棋可以。现在没有打的缘故啊，黑棋现在不太好办。对，走什么了？这个地方。你还有别的走法吗？这个棋啊，大概长一个。它实战是长。如果还有别的。都不太容易，不太容易，别的走法也不太好，不好走，不好走是吧？你这个要么长，要么扳，只有这两种，对，是吧？因为这个局部不好下，对，他实战走的这个，他长的，长的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感觉啊，是正常的一个下法，这个时候白棋是个关键点，他着急了。就是啊，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因为他这个这是第一次，也许是第一次下，他这个变化可能还没弄透，所以啊，他这个地方是走的着急了，着急了，出问题了。这个陶欣然走的什么呢？直接就扑劫了，对，扑劫。我们看实战啊，这个被这一扑劫啊，关键是现在这个劫材，他找了一个这个劫材，这招有点儿。伤敌八百，自损三千。不，这个棋关键是提完之后被他一打吃，还有一个劫。后面的劫不好办了。对。这个棋，咱们往回放啊。这个棋，白棋应该走什么？应该虎。啊，虎这个。这个虎这个，虎这个为什么好啊？假如你脱先。如果不走是不行的，为什么？我这一挡。啊，有一挡，挡我是不是得补啊？对啊，我这一跳。你是不是很难过？我只能吃多还是吃少？对，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劫。对，还有劫。这招我就很难受啊。哎，对，这招棋呢，你可能啊，白棋为了防这个呢，大概是走这个，得补一个，补一个。因为这两个交换，然后你再来揣劫，那就不同了。那这个劫材就是不是不是他就有这个劫了啊，或者这个劫也可以。对呀，我是吧？对，这个劫你再要挡，然后呢我再提，你打这个，我粘上。但是即便这样提，我还有一个劫，这是命令行。哎，命令行，然后提。这个棋你就不好找劫了，我打不过了。全盘没有，那如果这样，白棋形势大优。没错。这个里面是白棋有利的一个局面，外面呢它外势很好，是吧？这样呢是白棋比较好的。最佳的是应该这样。是，就是虎一个的时候，是不是我只能去？就是黑棋这个时候，他也不能去回防了，也只能回防的话，如果这个劫完了，这个你这个棋还没有，还有个这个死活问题的时候，他这个你很难受。这两个交换，就是等一手是最好的，对，等一手是最好的。是，也就这个地方，他可能研究的还是没有那么细致哈。虎一个是白棋有利的一个形状。实战急了，实战这个陶欣然还是没沉住气啊，他是单扑一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失败图嘛，刘老师。实战就这样，他冲这个，这个损的不得了，这个太损了，冲是，这个损了，然后提，对，打吃一下，没办法，提，哎呀，这个没劫了，这个就是没劫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对，这个有点难过，这个棋，你这个时候虎啊，他就提了，
那就不行。对，这是后手了。这个关键就差这一枚劫。嗯。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他只能粘住。刘老师，您说是还有好办法吗？哎呀，这个棋就比较痛苦了。你要，你如果粘上之后啊，那你去抛这个劫啊，很失败。对，非常失败。感觉跟停一招没啥区别。对，失败得很。你自己没事去抛什么劫？你去走别的嘛。嗯。这个自己还撞了一个这个气，这个是大失败。是。嗯，就在这个地方，一下子转过来了。是，这刘老师也是给大家一个忠告，在这个时候，白棋其实应该是，先是稳住自己，不要那么着急的去先动这个劫，沉住性子，可能里面都说不清楚的时候啊，你不要着急去扑劫，自己先唬一个是最佳。那么就是黑棋还吃不了你，一手棋还吃不了你，所以呢，就慢慢来，就算吃掉呢，你外面的利用那么多，根本吃不了你，那个地方就不要去扑劫，自己一扑劫，好，劫才没有力，没有准备好。被自己就被打到粘上，这个棋就已经，亏了，亏得很多。是，下面呢，黑棋是在这个打劫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能给爱好者们一些借鉴的经验？就是说，您给大家说了，就是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同时呢，是不是也不要太过于说想要吃掉对方？对，急于去说我急于求成，就一个劫把对方想要给打死了。现在走了一手之后啊，这里面呢。反而给黑棋以后的机会多，他这个一走啊，你这个等于是他一手就给你打爆了，就是说他一下步一粘就行了，然后你白棋那个劫也很，就是白的怎么走都难受，但是现在走了这个之后啊，黑棋落得先手，他能把这两个给吃了，对，这招太大了，哎，对，吃了很大，他把这两个给吃了，对，这个非常大，好，这个。这是实战，是吧？对，他回过头去挂了。挂这个，对，这个跟您刚才您说能唬到这儿就差多了，差很多，这个差很多。是，本来是应该啊，他自己那个什么，先走啊，现在走了这个之后，黑棋他是手脚，手脚，对，他是守的这个，不是这个啊，这个也很多。是大飞的。大飞，大飞，如果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吧。这个不是他还有跑出来是吧？这好像能跑出来。是的。是不是我总以为他驮下去？哦，您想走个高的。高一点，不是不是，最近流行是这个嘛？他实战是这个，不过这个也可以，是吧？这也可以。那就是能解释白棋的下一手为什么先冲了一个。哎，先冲了一个。行。他是引征，其实。引征。对。贴。贴一个好。然后他拖。拖这个。哎，这个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啊，普普通通啊。那现在呢，黑棋啊，拐这个相当的大，拐这个相当大，应该拐这个。哦，那您这个拐的目的是，如果我长，哦，那我便宜了，那我便宜了，就这一下子我就便宜，还可以再来一下。哦，这个，那就先从这门，先来这门。这个全局那就挪到这面，以后慢慢来这个。那会不会刘老师您送我几个，我这里多了子，对我这里战斗有帮助？如果我不走，被你压一个，这还下一步有个打。哦。这样能压两手，当然是便宜的，而且你这里面也不见得都是你的，就算都是你的，我也便宜了，对吧？哎，先挂能挂在这个地方，这面是全局的，大场，而且以后啊，随时我能引爆你。这个对，便宜成这个，这个我有这个棋，只要我劫财有力，啊，哎，应该黑棋应该拐一个，黑棋走的什么呢？黑棋是搬的，搬这个，那不管怎么说，这是也是一手棋，是吧？虽然也很大，也很大，但是呢，不如拐这个重要。白棋呢，就是说应该走这个，现在啊，现在走这个，对。哦，好像确实跟这个拐过来的纸头一下子差了。对呀，啊，这个棋应该走这面，这个差很多，这一打跟这全局不一样的。那么走成这样之后搬着啊，那么白棋没压一个。是刘老师，您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让大家来稍微的休息一下，同时呢也替白棋想一下，此时的局面下应该走什么？好的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
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盘精彩的棋局。好的，现在呢就是该白棋，该走什么是吧？对，刚才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鸭特别的，对，大，非常大，应该是压一个，但是呢，这个白棋呢，它是还是守这个角，觉得，对，他抢了一个大场，他怕他是他觉得这个还是很大，的确很大，是吧？的确，因为这个比较宽广，关键还有这个扳，是吧？他是走的这个，当然黑棋理想是拐了之后挂是最好，现在可能走不着了，所以呢，他这个棋他也不拐了啊。他走什么呢？他走了一个，觉得是这个是吧？这个什么？你看在六路上，不是在五路上走棋啊？乍一看有点不知所云。五路上走棋是什么意思？他是想不走，我要走这个。对，这个跑出来。跑出来，你要走呢，我要跑这个，这是他的想法。对，这个呢，就是。如果是这样，那都就是说他能够拽着你，给你两头缠绕战术吧。他主要想跑这个，所以他这招在这儿。对，那么白棋这个时候呢，他也是来了一个，他六路上兼冲，他说我也是防你的争子。对，他就把这个我还仍然能争掉。但实际上你还是压一个算了，压一个算了，就拼吧，就是你打了，干脆就是说，这样。把这个打掉是吧？这踢掉，然后呢再走这个，这个棋呢作战慢慢来吧。你拐出来，反正我这儿有压了，你拐出来我就跟你拼，以后你这个地方还有可能给你打死是吧？我觉得白棋要这么下比这个要有利，白棋应该把、这个、应该直接压是最好的，是然后这个尖冲呢是有点稍微有点缓有点缓了缓了缓了啊。应该压这个，还是应该压、这个？还是您强调的这个？要强的要压，他是强调是防这个。走了这个之后，黑棋他是在这个位置吗？对，中间哪儿走了一个啊？他这个都在比较飘的，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走这个是这个地方呢，仍然是不依不饶走这个啊？对，要跑出来，要彻底跑这个，要从这儿连出来。他觉得这样。那么白棋最后是补的这个，对，跳了一个。还有说，你干脆还是继续压，对，跑出来再说了。你比如说，跑这个呢，对，再说了，对，就这个再说了，是吧？再说了。对，万一白的把这个吃了呢，这个就跑出来没意思了。是。那实战，我们看实战。好。他是走这个，他跳这个应该是一个有点问题。缓了，不如贴这个。现在呢？你既然走上那便宜了之后啊，他出手了，他来打击，看在这个他期待已久的，这要给你打爆，提劫，关键他是要找这个本身劫，这个太舒服了，找这个本身劫是，因为你架不住他这个冲你，这个受不了，对，这打吃受不了，你要一提被这一打吃怎么办？对吧？这个受不了。所以呢，这个棋要么吃这个，要么走这个，都有不舒服。都不舒服啊！他是走的这个，对他粘在里头。对，粘在里头。他如果走这个呢，他提劫，可能也一样啊。走这个他会提劫。提劫。他还有一个本身劫倒是，本身劫。对。你挡住，对他提这个，但是他也有一个本身劫。对呀、他有一个本身劫，本身劫走了之后，你可能就没劫了。没劫是。他实战他是走的这个。他提，对，他提，不，黑的提，对，搬一个，挡住，提劫，现在黑棋找劫，对，黑棋找那什么劫呢？你看全盘哪个劫最大？两手，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他最后选的这个，其实也就是这两个选一下哈，选一下，似乎这个如果能拐下来的话，这个大，更严厉，这个大。你如果提这个，他把这个拐下来也受不了。这个太大了，是吧？是啊。他是硬了。他是硬了，那他提劫是吧？现在全盘没劫了，找哪个劫呢？没有劫了，你只能走两手。只能。随便你走两手。对。反正我把它粘上，你走两手好了。走什么呢？
它实在是长的。长的，因为我反正走走这个，让你走两手，你走什么呢？都不合适，都不合适。你要不管走那走了两手之后啊，你不管如果走这两手，它这一般也不得了。如果你走这两手，这一般也受不了。这夸打穿了是吧，对，它就联络，哎，所以呢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大气。嗯，总觉得白气可不甘心了，现在走了死掉了，有点大，真有点嗯。然后他吃这个子吧，他是这个，这个我觉得有点小啊。您觉得这招棋小？不是，我觉得这个吃啊现在是有点小了啊。这个太大，是因为本来啊是这个双方啊是本来是黑棋有可能被吃，现在是黑棋不但活了，要吃了白棋。这一步棋能够走出来啊，还是这个劫还是很大的。这个吃了有限，现在黑棋明显的优势了。对，好像黑棋这个劫一打完以后，优势已经明朗，优势。现在呢，就是看他怎么收束的了啊。他看看黑棋走什么？搬的。他是搬的。这个棋呢，搬一个可能啊，他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想借用？借用，对，借用即可。那如果你挡呢，我已经便宜了，我哪怕走这个，就借用就行了。他实在他没有，这个时候白棋有点急了，对，直接来这个了。对，我们听刘老师刚才讲棋，已经多次提到这个"急了"这个词儿，是稍微有一些太着急，着急了，要想吃黑棋了，要想吃它了。就是其实下棋的话还是。稳一些，有的时候先等一等啊。如果你走这个，他假如啊，哪怕走这个，这个棋或者是贴一个他有可能跳回去，他可能走这个，他就是收收目啊，这个棋应该是黑的还是不错，他可能贴一个吧，贴是算先手啊，那么就这个或者这个，那还挺舒服的，这样，这样的话黑棋形势还是不错，对吧？实战。我们看他一走，白棋来给你这寻找机会了。对，他有点想的。一般自己形势不好的时候啊，都是这个规律要走的强。要走的强，形势好的要走的稳，这是规律。因为形势不好啊，走的强，战斗机会就增加了。有可能对方出错的几率就高了。对。所以呢，这是走强是对的。如果我形势很好，那当然收拾官越稳越好。不要有什么尽量不要纠纷，这就是一般都是这么个规律的啊。所以这个棋用强是对的。用强，但是好像呢，在现在，对，陀嘉熙的思路也很清楚。这样，这样呢，然后黑棋，如果你只是这样，就是比如说怎么样？这样，他大概可能这样。可能脚上你还得活一步，对，对，大概是这样。然后呢，白棋再去找别的，这也是一个变化，是吧？他实战没有这么下。对，如果这样的话，黑的应该是不满意。不满意啊，所以呢，他是断的这里。干脆弃子。弃子。这个棋黑的断，白的打。打这个。扳住。对。这个他拐下来了。那你说我如果爬呢？他可能会这个了。有可能这样，是我争不掉。他可能是这样。啊，这我有点难受，刘老师，我这有个断。这个棋就是有我怎么走呢？有点麻烦，有点麻烦。这个棋有点麻烦。你有点难受吧？对啊，我粘上。粘上，大概粘上，走这个。对他走这个，这个给你对杀，这儿还要跑出来。是。这可能。比较麻烦，这个白棋啊就有点碎，不好收拾，是吧？那么实战，他是没爬，没爬，他这样，再这样，那我拐下来，这样子我粘住，粘住是吧？这么，是这样吧？是这样，然后，黑的就转身了，到这儿，要活进来，要在里面活，相当于黑棋就是把这个弃掉，弃掉，那么活在里面。当然活能如果活掉的话，应该是，黑棋可以，应该可以。可能这个棋呢吃起来就累，不好吃。为什么你要跳这个？我就走这个，关键我这一尖就活了。
而中间还冲断还有盐味，它盐味太多，嗯，不好吃，不好弄，不好吃，是的，哎，所以它是打入的，跳被它跳到那儿可能不容易，但打入呢，它一煎呢，这个冲断也没有，你说冲断它这个不能断，对，对吧？这正好一吃，那么只能再从下面走了吧，或者上面走，对，这个棋的确不太舒服，你如果下面走呢，它搬，嗯，是吧？断断它这个你也很难过。哎呀，这个是不是只能粘？哎，这个就这个被渡回去了，也有点不舒服，是是吧？是，哎，这个可能也有点麻烦，嗯。那么好，我们看看实战啊，他是走的什么呢？他是靠靠，然后断断断这个啊，他是立的，嗯。那这个形状不好啊，这个就您觉得白的更不好啊，更不好，不太好，对，嗯，这个要吃起来太累了。对，太累了。他是扳住，扳住，那利用很多，利用很多。对啊。现在虽然说你这个拐不出去啊，拐了贴，我说这样呢，你可能被嘟嘟嘟一打，你变成了一个大眼，就是一只眼。对。所以呢，现在他利用很多，他走什么？他走这个。他是靠吧？还是先扳了一个呢？啊，先扳这个。哦，先靠，他是先靠的。先靠。对。先靠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扳。嗯，我估计它可能断。哦，嗯，那这里的作用是？对，走这个，它冲一个。哇，冲一个。这一下这个靠就看出它的作用了。哎，你要走这个，我这一吃就没了。对。那么这个棋你就有点狼狈了，你走什么呢？我打吃回来。打吃，我这一粘你就难受了。是啊，我。这个冲是下不出手的，我撞气了，那只能粘。下不出手这一段如何是好？对啊，这里又吃死了，这不行，这个就碎了。对，如果你这个，那下不出手。对，这怎么都不行。这个完了，这一家也活了。是的，是吧？你粘，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一般它会断在这里。一断，这两个是棋精，也不能不要。它就是这两个一交换再断呢。让你一下子首尾难顾，就这两个一交换再一断，这个棋就崩了。是。嗯，他这个靠是个好棋啊，好棋。好棋，他就是拿捏住这个棋形。哎，对对对对，不是先断先靠，哎，你敢扳我一断，这个棋就没法办了。妙。哎，怎么办？很妙，但只好补了。只有办，补一个。这个棋啊，你怎么能吃黑棋呢？这黑棋的下法太多了，太多了。是。我们看啊，这个棋黑棋下法太多了。黑棋走什么呢？他还先扳你一下。扳一个，扳一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嗯。如果你走这个，嗯，他会扑你一个。哦。扑你一个。哎呀，我如果提就成劫了。对。那我只能立。那么他。这个先手对不对？先是我故意。你大概吃这个吧。哦，吃了，吃这个。他这一靠呢，就本身活棋了，本身就活了，就不用跑了，这就没用了。哎，对，本身活了，是就没有关系了，直接活干净了，所以我连尝都不用尝了，对吧？对。他这个地方这个驼夹就下得非常漂亮。而且这个手筋连发，真的是这个扳让你你来吃我，他这个方面他显示他的力量。嗯，你这个白棋没有办法，你主要是白棋前面哪个地方，有问题了。对，战略有问题。这个棋完全是黑棋的这个表演了。表演。黑棋他下得很好啊，所以扳一个呢，然后白棋为了不给他打劫，不给他便宜，自团一个，自团一个，是这个也是无奈之举。是，但是这个扳被团一个呢，眼见的是黑棋没招，但实际上你看后面还有一些利用，然后因为走了这个之后我便宜了，好，他走的这个，团这个，这个呢就是瞄着这个棋，是吧？瞄着这个棋。是，哎，这基本上这白棋就是放弃吃棋了。对，你要走这个，他有这个，嗯，你这是不可以的啊，哎，实战，我们看实战，冲了两下，冲这个他挡住是吧？
哎，你不能断这一靠死了。然后呢，它作为一只眼。对。这个你像吃黑棋啊，已经不可能了。对。就没了这个地方，实战对，不能再走了。现在呢，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嗯，实际上这个棋走了之后啊，虽然这个死了，但是黑棋没有亏，黑棋便宜了。嗯，还有一些利用，应该说这个地方也是黑棋得分了。嗯，下面呢，应该说是只要是正常进行啊，黑棋优势很明显。嗯，好，我们再来看，他是碰碰一个，好，这是他的先手是吧？嗯，先手好。那白棋呢，在走什么？从这个地方搬了搬一个，这个地方要给他出点什么东西啊？他想看一下你怎么走。哎，黑的长，长一个，这两个交换一下。啊，这个可能他走这个，他就走这边了，他是压。压一个，嗯，啊，这个鸡压就是来的有点迟，就是多少招了之后回到了这个压，哎，对对对，现在压一个就迟了，嗯，可能这种也是一个下法是吧？啊，这边也很大，挺大，哎，他走这个，对，黑棋黑的是这里，刘老师，哦，这个其实这个棋要不要走这个或者这种？或者这个，这都很大，嗯，都很大。我觉得这样就黑棋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优势了。嗯，你只要这个不死棋嘛，这个中间他都给他就完了。这面他成了是有限的，他走这个呢，可能还有别的想法。拖家棋，马上就可以揭晓了。对，我们看看啊，白棋压，压一个，嗯，嗯，实战他是不是瞄着这个还有，哎，实战压一个。那么黑棋呢？黑的是小尖，对，这个小尖呢是他的后续手段。你别看这个一路，他就搬完之后，这个是个手筋，嗯，就占便宜，其实就是占便宜，想占便宜。那怎么说呢？如果你这个，嗯，对吧？这个，他就算这个呢，就是打劫了，打劫了，是不是？是我好像已经没法把你进吃了。对，挤的话他就这个是吧？打劫了，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这样就打这个劫，就变成个打劫活了，不是打劫的那个什么，多一个打劫，对，是吧？对，这个多一个打劫。那么你要进杀呢？怎么进杀呢？这个棋你要扑不行，扑为什么？他这一路就回来了，嗯，一路就回来了，是不是啊？嗯，这个也受不了。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了，这个，因为挤呢，他也能走这个，只有一个办法走这个，好，打吃，然后吃这个，嗯，他提这个，是吧？对，感觉这个有点像被黑棋无中生有了一样，被他占便宜了，嗯，占便宜了，因而且你这个棋铺了，现在啊，立的话。他不过说这个搬，就这个粘一个，你好像吃起来也很累。对，就居然争不掉他啊，嗯！就这个地方让你很讨厌，是吧？嗯。他是吃的这个。对。哎，他吃这个，这个既无中生有，又黑棋又占了便宜了。是。他这个其实是让白棋雪上加霜了。太难受了，白棋有点雪上加霜。实际上他是走什么呢？然后呢，他是打吃这里的劫财就好使了。哦，然后跑是吧？再提，嗯，再铺一个，嗯，提劫，再提。哟，这个多一个铺是不是这儿也不对了？对，又损一点。他这个劫将来打赢了也难受。哦，刘老师就是。然后对，是有这个问题。嗯。然后该黑棋找劫，吃，找这个劫。嗯。这个棋你如果是吃这个或者是吃这个是吧，嗯，他这一提呢，你要完全把它吃掉是要走这个，所以他这一提，然后这一吃，然后呢他这不是这个先生太厚了，他那么他走这个，这个棋就结束了，是我觉得没法争胜负了，因为他太厚了，是不是啊？嗯，那么实战呢，他白棋也要拼一下，但是白棋真的是白棋走什么？含着泪把这个削了。削了啊，嗯哦！他把这个吃了。他立啊，他立。嗯，吃掉其实也可以，吃掉也很大。好，对，走这个。他就把这个吃了。把这个吃掉。嗯，是这么吃好，这么吃好，他是走的这个，反正把这个吃掉啊。嗯，好，现在白棋抢一个吧，抢哪个？该抢大的了。他是拆的那个。拆。二。拆二。嗯啊，这个很大，这个很大。黑棋应该走这个吧，这个很大，很大，是，所以他这个地方打过了，打过，嗯嗯，
这个很大。他是走的这个。走在三线，三线飞一个，嗯，他可能担心这样是不是？就给他全杀了。哎，对，把这个都拿掉也很，如果这样，是不是觉得这个也很大？是，倒是也是很诱人的一步棋。对，但是我抢这个，这个也是因为这个脚上啊，你来掏啊也不容易，嗯，也不见得能活，嗯嗯，这个局面就。他是搬了，他搬一个。其实这我觉得实在是黑棋搬这个是不是也行啊？缓一气节吧。缓一气节。缓一气节。是。缓一气节。在这儿。那有必要吗？现在黑棋其实走收官吧，还是不管那个收官或者走这个收官，是不是就可以了？嗯。他是还继续追杀吗？追杀。追杀好。提劫。拖一个。找劫。再提过来。好，是搬的啊，是搬一个，嗯，走这个，嗯，刘老师，我们把轻一点，嗯嗯，然后这个棋呢，黑棋该它是尖冲了一个，对，是吧？对，尖冲一个，嗯，贴一个是吧？对，贴，嗯，长，长一个，嗯，然后它就飞过，飞过，嗯。其实黑棋也是可能就收兵了，收兵。那这两个为什么叫交换呢？有可能他是不是续劫财的？续劫财，续劫财。因为感觉上好像这个形势，黑棋已经比较游刃有余了。有可能。嗯。现在那白棋就干脆就应该是拖一拖或者怎么样，把这赌一下。就是这个。哇，这个比较凶。就这个凶，这个凶。搏一搏。哦，要吃这个，嗯，嗯，但实际上好像这个棋确实也不太可能吃它啊，嗯，扣住是，嗯，然后他就打了一粒，打一个，嗯，立一个，嗯，啊，这个地方要争取活棋，他是那么补一个了，对，他要吃，补一个，嗯，嗯，走这个，嗯，这个先手。对啊，这个拐打可以拐打先手，拐打了，嗯嗯，可以提掉是吧？对，嗯，这个地方呢，黑棋就处理自己，自己这个不要死棋，这个棋呢，黑棋应该没问题，对，只要不死棋，这个棋呢，棋局啊，应该是黑棋有利，因为黑棋的这个木啊，它木很多，嗯，白棋的木呢，应该是不行。不行，好像差距也比较大。有一定的差距是吧？嗯。实战。他是先压。先压。先压这个。先压这个。啊，白棋震。白震。对。飞一个，对。现在呢，这个地方跨段可能现在还有点过分啊，跨段有点过分。他这样先这样。对，实战是这个。这样。嗯，让他顶。顶一个。嗯。哎。然后白的靠。靠这个。这个棋靠在这里，他会不会顶了或者搬呢？顶一个，他是搬的，搬一个，嗯，搬。哦，这个难道？哦，这个因为跑不了了，这个跑争死了，打吃了啊。对。哎，那么所以他来一个反搬。对。但是这个木也是亏的，就这样。这样的棋。嗯。这样，嗯。然后他杀这边。哎，这个能不能杀？这个要杀了，那就可以。嗯，这个棋就是我看是白棋的希望。如果把这个给转进去，那就行了。他是这样，虎一个。嗯，那我这堵住，因为我断一个。嗯，杀不掉呀，刘老。对这个棋啊，如果你这样的话，他好像这个就不是这里有个断，是有个断，你大概是这样，他就这样，对，就回家了，是不是？是这样就回家，就贴回去，一点棋都没有，还是杀不掉。嗯嗯，然后他粘粘这个，嗯，对方吃吃哦，他还这样，他还先吃这个的时候，他打在这儿刘老哦，打这个对，对，然后人家吃这个，那我现在这样，这样他是不是就打劫算了？这样啊，这样，这样对，如果这样。是不是就打劫？打这个劫，嗯，是吧？是。他断。
我不知道，我就打劫吧。打劫。然后过一会儿我还把这个踢了。也不见得行是吧？嗯，就感觉打这劫确实可能困难。哦。嗯。那么，那你现在是实战走什么了？实战他是提了。哦，这个很诱人，太大了，太大了，这个太大了。哦，他补了，补了，补了。其实刘老师这个地方被一补的时候，好像这棋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哦，他自己都选择补棋了。补棋了。啊、嗯。对，这个棋，那个空不够了，是吧？是。从。是，后来走了几招之后，他就认输了。哦。嗯。那么这盘棋看来是这个棋啊。白棋没有办法，白棋这主要这个前面这个已经拉开距离了，是吧？是被打劫被他吃掉已经不好了。是，就像您说的，不能着急啊。哎，嗯，打劫的时候。打劫吃，哎，对。是这盘棋，刘老师给大家，或者说两位棋手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打劫整盘棋的一个过程。嗯，那么就像刘老师说的，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呢吸取到一些经验和教训。这盘棋呢，最终呢是陀嘉熙中盘获胜。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